岁月勇往，只身在城市里笑傲，冷月光。笔作之天作笔高，这一生如泼墨纸上，轻轻跌宕。黄梅冷对锋芒，剑影与刀光，海畔春心半村庄的下弦荒，海无涯，暗涌无数惊涛。千秋之堂，转身青春做颜料，风雪爬上鬓角，白纸也不拿，无言立藏不灭的光。一身傲骨不惧风霜，笑对荆棘皆枉做孤狼。生来就独来独往，傲骨不该奔逃，真正上车云霄看始终。请你跟我一同欣赏这个万年盛世，一起共饮大国山。宗灵，难道神魔已被打开了？开了？什么？当年那场大战，神魔井打开的天象，跟此时一模一样。神魔井不是在南千城吗？仙儿，你知道夫人为什么没有离开雪鹰岭，一直在镇守吗？就是因为雪鹰岭这里结界薄弱，是可以贯通神界和魔界的地方。这个秘密，夫人守了这么多年。没想到还是魔族找到了打开神魔井的方法。会让你们赢的。对不起，都怪我拖累了你。放心交给我。
孙秘书，还好吗？还撑得住。走。出来，雪鹰哥哥，快拿方向！爹的坟冢，哥，you
臂之力。没有抓到奥兰，让他给跑了。黑白月轮结界已经打开，他逃不出雪鹰岭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长风骑士，我没事，马上回去调养。好。来，小心。长风骑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去给你拿一些水，拿个干净的毛巾，还带些原石和药过来。我休息会儿就好。好，那不打扰你了，那你休息。辛苦了。对了，你有看到静秋吗？好像去后山了。他大战中有些奇怪，我有点担心他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去吧。土三叔，雪鹰岭这边还麻烦你多检查检查。虽然元老们布下结界，但魔族狡猾，我们要以防万一。好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我过去看看。好。嗯，那怎么办？回去。
是不是疯了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藏在这儿。一直躲着有什么用？我要杀出去。匹夫之勇，你杀得出去？那青铜棺材怎么办？那里面可是藏着主人的肉身，事关主人的付出。你不是一向厉害得很，谁都不服。现在不过是让你在这地窖里面躲几天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你藏在这儿的。我可没求你。你以为我想救你啊？你丢了性命是小，那青铜棺材怎么办？意思，你让我吃这个？为了不引起怀疑，你先拿这个凑合一下。吃不吃？不吃我拿去丢了。吉荣，吉荣。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现在也只有这儿你尚可容身了，他们也绝对不会知道你在雪石堡。黑白月轮的封闭之术，属下暂时还无法解开，请再给我一些时间。还能想什么办法？那你还想怎样？还要去撞个头破血流，人尽皆知？你我解不开，或许有人能轻易解开的。谁？外面的棋子都该动一动了，虽然这黑白月轮挡得住你我，他不一定挡得住我们的魔焰。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让魔焰把消息传出去，说不定就可以。我来想办法。竟然在房间里设结界。杀了他，黑白月轮才能碎裂，东西才能送出去。他死了，他们还有这么多人，就凭我们两个怎么把东西给弄出去？你别自作主张，坏了大事。那怎么办？就这样干等着，他们迟早会发现的。他死了，我们眼下才会有更大的麻烦，我们不能再惹麻烦了，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给弄出去。好不容易大魔神即将重新觉醒，对付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。那我们就把贺山主的功力削弱，这样他就不能一直给黑白月轮的结界加持了。只要一有缝隙，我们的消息就能送出去了。原来是你们！你这女人竟在雪鹰岭勾结魔族！童三叔，我要去告诉青石。住手！芷蓉，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。雪鹰岭擅长追踪，童三一死，他们很快就会察觉到，到时候被人寻到地窖，岂不是更麻烦？中了黑咒术，就算现在不死，也活不久了。雪鹰岭的人找不到童三，他们肯定会起疑心的。这样也好，更方便我们活动。龙二，你在里面吗？童三叔不知去哪儿了，但是我刚刚看到
他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。你有看到他吗？就是。哎，佟三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里是有什么状况吗？啊，过来看看。哦，我刚刚也听到这个方向有动静。蓉儿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异样？我没发现啊，我一直在房间里好好待着。佟三叔还嘱咐我说要好好注意安全，说如果实在担心的话，可以在房间门口设立结界。对对对，在房间里面设立了结界会更加安全。佟三叔，你说会不会是魔界那帮家伙又想来袭击雪鹰岭？暂时没有，会加强防御的。去睡吧啊。佟三叔，我睡觉了，那您呢？啊，我去巡视去。那我陪您一起去。回去睡觉。我自己去就行，你先去睡觉吧啊，乖。那好吧，您巡视完也早些歇歇，我就先走了。佟三，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？豺狼肉，这肉是生的，你怎么？啊，是啊，大战消耗太多，我要去巡视，想来找点吃的，结果饿极了，也没看清。哎呀，你忙着，我要去巡视啊，我要去巡视。青藤棺材到底会藏到哪里去呢？不管在哪儿，只要魔族有所行动，无论他们有多大的能耐，绝不可能敌得过我们几大元老联手。佟三叔，我来给贺山主送汤。进。贺山主，雪鹰叫我来送安神汤。替我谢谢雪鹰。好。大伙儿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是。
不知道莫阳辰接到了指令没有，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黑白月轮给我解开。此番需要你解开雪鹰岭的黑白月轮结界，再想办法运一尊青铜棺材出来。现在龙山国的元老们都在雪鹰岭，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。这棺材比你的性命还要宝贵千万倍。黑白月轮，你来黑白神山几年了？年了。想不想试试黑白月轮？黑白月轮这么强大的法器，我驾驭不了。黑白月轮开阵一人即可，但要解开，除了我以外，需要两股力量，两人相互配合。你才来黑白神山没多久，修为已经超出了许多师兄之间，而现在正好是让黑白月轮来检验你的时候了。黑为定，白为坠。贺山主，你绝对想不到，你当年亲手交给我的东西，有一天会这样派上用场。不过这知道口诀还不够，还要两股强大的力量配合。强大的力量能超越贺山主的力量。不愧是长风学院的弟子，武功倒是有些火候。如果你想拜访司府的话，请走正门。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一直为没能突破超凡而耿耿于怀，我这里有秘籍秘术，可以助你迅速提升功力。武功不受禄，说出你的目的。我就喜欢你这样聪明的人。秘籍交换的条件是，你同我一起去雪鹰岭，用你的武功助我打开黑白月轮。打开黑白月轮？黑白月轮是黑白神山的最强法器，需要强大的武功才能打开，这也是检验你的武功提升的最好方式。说得好听，不过是凭你自己的武功不足以打开结界罢了。不错，我的武功离贺山主的半神境界确实还有些距离，所以你才有这难得的机会。你我二人合力共同打开黑白月轮，那也将是被后人铭记的时刻。你这是心甘情愿为魔族卖命？我与魔族各取所需罢了，我为自己做事。人魔大战以来，你们私家为了南秦的神魔井付出了多少，可正派对你们却一直不闻不问，而出了事却把责任都推到你们私家的头上。如今雪鹰岭遭到恶魔入侵，那些正派倒是第一时间赶过来帮忙，
那些元老不仅没有指责东伯雪莹，反而给他出谋划策。这么区别对待，你都甘愿忍受啊？如今私家败落，就靠你一个人撑着。你若在武功上再没有什么建树，这恐怕日后会更加人微言轻。和我一起修炼，突破超凡指日可待。到时候再打开黑白月轮，看看他们谁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人要为自己而活。成交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雪衣岭出事儿了，天大的事儿！哎，院长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现在也不回来。说不定已经去了雪鹰岭。怎么可能？雪鹰岭已经被贺山主下了月轮结界，是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师傅，师傅，不好好练功，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几个商量着雪鹰岭出了事儿，也不知道雪鹰和其他同学怎么样了，想去看看来着。哎，谭师傅，或许我这个法术贴可以去雪鹰岭派上用场。那你看，你那三脚猫的法术贴还能破贺山主的月轮结界，那你成什么了？孔大师啊！好了，雪鹰岭的事情不是你们能帮忙解决的，你们现在就管好自己。现在外面魔界动荡，你们就在学院里好好保护自己跟学院是最为重要的，谁也不许擅自行动。是。练功去吧。是。谭师傅，等一下。谭师傅，我想请个假回家一趟。不行，现在外面这么动荡，你还要出去捣乱？不是不是，师傅，是这样的，过两天嘛是我爹的生辰，我爹虽然嘴上总是嫌弃我跟我姐，但他最挂念的就是我俩。我们娘走的也早，我姐现在在雪鹰岭，暂时也回不去。那我要是再不回去，那我爹爹该多难过呀。哎，再说了，我在咱们长风学院修炼这么久了，自保能力还是有的嘛。我就回去一天，我保证去去就回。那好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嘞，谭师傅，记得给你爹买礼物啊。知道了，谭师傅。老爷，您看，都准备好了，要不咱们……贾掌柜，让这些送礼的先散了吧。老爷，再怎么说，今天也是您的寿辰呐，我让大伙儿过来给您办个寿宴，您非是拒绝，为什么呢？这是……我到这把年纪还办什么寿辰？吃一碗长寿面就行了，留着点钱呀，给我的月儿和浩儿，我呀吃碗面就行了。去吧，啊！老爷，你看，莫阳琛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孔老板，不请我进屋坐坐，还是咱们就在这儿聊啊？老爷，要不要？贾掌柜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有什么事儿，快说吧。这么着急呀、啊？这可不是你谈生意的作风啊。莫阳琛，整个龙山国都知道你与魔族有染，到处都在抓你，你还敢来找我？那就让他们来抓我。你看看，他们抓得到我吗？那你现在来找我，就是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吧？你呀，赶紧现在离开，我不告发你，就当我没跟你见过，以后啊，我们也不要再见面。哼，看把你急的！你上次跟我做生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
上次你卖给我的那些血炼神兵可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找你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想继续合作了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你的这个生意我做不了。童海，不能钱到了兜里就过河拆桥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你放过我吧，上一次是我贪财，那都怨我自己。但是你与什么人交往，兵器卖给了谁，我是一概不知啊。正常血炼神兵是什么价？你卖给我那么多血炼神兵，挣了那么一大笔的好处，我一个人要那么多血炼神兵干什么？我不过跟你一样，也是给别人弄的，你竟然说你不知情，那我也不知情。你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爹，爹，哎，少爷，哎呀，贾叔，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爹呢？啊，没跟他喝两杯去？是，哎呀，少爷，今天你怎么得空回来了呢？今天不是我爹生辰吗？哎，是是，我姐跟雪莹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，回不来。哦，我爹总不能身边儿子闺女都不在吧？哎呀，我是专门请假，特意回来给爹庆生的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就给爹买了酱肉和香酥糕。哎，老爷肯定喜欢。来来来来，还有，这给你的，还有我的。嗯，哎呀，少爷真是长大了。就这份孝心，老爷要是知道了，那肯定高兴坏了呀。哦，对了，我爹呢？啊，就在后花园。哎，那我去了。不，你现在不能去啊。哎，少爷，爹，不，少爷，别想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这件事情你没得选择，如果你不做，那就让你的儿子女儿替你做。你，爹，哎，少爷，等等再进去。浩儿。杨晨，这浩儿，浩儿，浩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爹，你是不知道，牧阳晨勾结魔族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浩儿，看来你还不知道，那就让你爹告诉你，他还有你们孔家，都脱不了干系。牧阳晨，你不要胡说。浩儿，你别管闲事了，你就赶紧回长风学院吧。你别怕，牧阳晨。休想逃跑！想想，想清楚了，我再来找你。浩儿，浩儿，趁醒了不要怕，你对我还有用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你这个叛徒，师父和正派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抓我？池秋白现在自身难保，等他找到我，我早就练成了魔族神功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。不可能，你怎么能强得过师父？
这就是魔族秘术的魅力，它可以让你瞬间变得强大。只要你从今往后听从我的安排，这个就是你的。我保证，下一个雪鹰就是你。君子一世寒窗，昔日言欢少年儿郎，前尘一直流光，云何念念不忘，一盘棋一壶酒一声唱，煮酒论茶眉目疏朗，云深不知问心可方，梦里煮酒论茶，千山外不见故乡，旧城里陈年世界长望，望将月光点亮烛光，不言锋芒叹人间不枉，俗世偏爱尘世无常，且行从容盼故人无恙，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巨绿拂袖落满霜，风过楚山河安康，愿与君共赏，望将星光藏尽时光，不与相望天涯也无妨，俗人偏爱贪欢寒唱，渐行渐远杯酒天使喝，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几缕拂袖落满霜，风过楚山河安康，愿与君此行同往。